这一棒拉回来，三游之间，结果穿越型内战的三上跑者回到本垒得分，二垒上跑者绕过三垒之后，也要回到本垒得分了。好，所以中诚用了在球速落后给投手的情况下的这一棒的安打，带有两个打点。所以我们又看到了一人出局跟无人出局的一个三垒指导教练的一个跑垒的指导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这一次就让二垒跑垒员回来得分。所以刚刚所投出来这两个保送，我就付出了代价。没错，我的位置太高了。中诚佑的近况又不错。从侧面看更清楚了，这对打者来讲是一个比较好攻击的地带。大概腰部的高度是。